山壁上的小姐不要爬越栏杆拍照，你去那边拍照没有比较漂亮，你摔下来是我们要处理，麻烦你下来。小姐就是在讲你，还在拍照吗？民众开车出游到合欢山地区，那除了要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警方疏导管制措施之外，那由于高山地区不时有强风，而且地形险峻，甚至有部分地点地势陡峭，几临悬崖。那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已经在危险的边坡旁边有设置禁止游客攀爬或者是跨越护栏等等的告示牌，但是年节期间警方仍然发现有不少民众违规进入管制区域，那依国家公园法可以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的罚款。那本分局将协同保七总队共同来管制、劝导以及取缔，以维护民众的安全。